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丹丹。刚刚睡醒，脸都肿成这样。第一次玩这个 vlog， 不知道玩的好还是不好。看吧，要是玩的好，那以后就多录；要是不好的话，怎么可能会不好呢？行了。开点水，因为呢，脸比较干。感觉自己像一个美妆博主。再喷一点儿。香水，喷喷喷到嘴了。完了呢，现在我们要出门了，喷，先喷到嘴，准备出门了。戴一个小帽子，小帽子。有人问了，为什么洗完澡还要戴帽子？因为这是我的个人习惯，不管洗不洗澡，洗不洗头，我都爱戴帽子。走，出发。小猪佩奇，干嘛呀？是吗？哈尔滨的美食真好吃。哈尔滨的美食真好吃。叫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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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叫吧叫吧叫吧哥。现在在晒羊羊，张老师现在等着4:19，他等着抢票。完了呢，他说呢，抢到了就给大家抽奖，好不好？再说一遍，如果我抢到票就给大家抽奖。准备回去啦，准备回去啦。也是第一次玩这个 vlog， 录的怎么样呢？就是大伙凑合看吧。完了，等以后要是录的好的话，就是继续给大家录，好吧？拜拜，准备回去洗澡，准备今天的演出，拜拜。点了一杯热美式，不都说美式消肿吗？因为起床的时候脸有点肿，喝一杯咖啡。但是，一提到咖啡呢，就想到了。